好，今天是一月六号。最近几天，哈萨克斯坦发生了大规模的群众抗议、游行示威的活动，而政府呢采取血腥镇压的手段，整个情况跟一九八九年的六四非常的相似。哈萨克斯坦政局动荡，全球关注。那么，为什么民众要上街抗议？而且呢，目前的这个情况跟中国到底有什么关系？那追求自由的中国人民？ 能从哈萨克斯坦这次的抗议示威当中呢学到什么东西呢？首先，我们看到这次的运动啊，表面上来看好像是天然气的涨价啊，实质上呢是对哈萨克斯坦的老独裁者纳扎尔巴耶夫及其腐败权贵集团表达的一个不满。纳扎尔巴耶夫呢，他是哈萨克斯坦这个国家的一个老独裁者，就是在独联体啊。 苏联没有解体之前呢，他就是这个国家的总书记啊，是共产党员，共产党的总书记。然后呢，他统治这个国家。一九九一年苏联解体之后呢，那哈萨克斯坦呢就宣布独立。宣布独立之后呢，他并没有走西方的彻底的民主自由的道路啊，他表面上也搞这个形式啊，议会啊，呃，三权分立啊，还总统啊也出来了，取代这个总书记。但是叫他没搞过一次的自由公平的。 选举言论上也全面的进行打压，有反对派呢就抓捕判刑，啊，自由之家呢把它评呢也是每次在全球这些国家里啊都评在啊最后几位，跟中国呢差不多。但是呢，纳扎尔巴耶夫呢采取了跟中国呢非常相似的一个办法啊，就是发展经济，让老百姓呢生活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啊，采取的是国家资本主义，因为。 哈萨克斯坦有很多的这个矿产资源啊，尤其是天然气、石油比较丰富啊，所以它引进外国的投资，尤其引进中国、俄罗斯啊这些国家投资啊。然后呢，他们这个权贵集团呢，他中饱私囊，但是老百姓呢也得到了一些利益啊。在得到这个利益、经济发展过程中呢，很多的不满的声音呢也消失了。但是呢，他创造的这样一个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啊，埋下了太多的隐患。 啊，一个是呢，首先赚了大钱的呢，就是纳扎尔巴耶夫他的亲信、他的家族。纳扎尔巴耶夫他的家族呢，控制了哈萨克斯坦整个的石油、天然气行业，尤其是他的几个女婿控制了主要的天然气的几个大公司。然后他的这些女婿呢，跟中国、跟俄罗斯这些寡头啊进行合作，中国政府给他们提供了大量的投资和设备。那这个垄断的公司啊，就大赚其钱。 啊，这些权贵们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啊，生活非常的奢靡，各种的设施条件也是非常好。但是老百姓呢，特别的差啊，生活的条件、医疗的条件啊，尤其是啊，这一次疫情爆发之后呢，老百姓医疗条件非常差，连个退烧药都没有，连个口罩都没有，连个消毒水都没有，所以导致人们呢大量的这个死亡。所以在疫情的时候呢，就已经记下了太多的一些民怨，老百姓呢怨声载道。 整个生活呢水深火热，最近呢又发生了一个导火索的事件，就是天然气突然的涨价，一夜暴涨。原因是什么？很简单，就是这些权贵，就是那在加伊夫他的这些女婿们啊，跟中国、跟俄罗斯啊，他们的这些股东一块商量啊，要提价，所以他们一夜暴涨啊。这些权贵们想赚钱，但是老百姓呢生活、啊、苦不堪言。 老百姓就奇怪，我们国家是产天然气的，产石油的，但是为什么价格这么高啊？我们开车啊，我们用很多的这个油啊，但是价格这么高，我们怎么负担呢？所以说，愤怒的人民呢，终于受受不了了，走上街头来进行抗议。那这个抗议呢，表面上看导火索呢，一个是疫情期间啊，老百姓的积怨啊，这一个呢就是天然气价格的暴涨，但是背后呢就是。 整个国家的这个权贵结构啊，这个权贵官僚资本主义啊，就是纳扎尔加伊夫这个前共产党的总书记他搞出来的。他向谁学啊？就像邓小平学，就像中共学。啊，中共呢，他表面上改革开放，实际上搞的是国家资本主义。啊，然后这个权贵们大捞其钱，老百姓呢确实也赚到了点钱，但是跟权贵们的生活呢是没法比的。所以老百姓呢，这种差距越来越大，最后。 导致老百姓进行抗议，这只是一个经济结构方面。那在政治方面呢？纳扎加耶夫呢，是非常糟糕，是个独裁者。苏联解体之后，国家独立了，他表面上搞一些西方的形式，但实际上他还是搞共产党的独裁。老百姓对他的独裁那是非常的不满，因为根本没有言论自由，没有选举啊。他统治了二三十年之后，在二零一九年的时候，因为人们的怨气太大，所以他。 退居二线，他做了国家的，安全委员会的主席啊，就跟当年的邓小平呢退居二线做军委主席一样，但是实权呢还是掌握在邓小平手里，实权呢还是掌握在纳扎加伊夫手里。他呢把他的一个亲信叫托卡伊夫呢来做这个国家的总理，啊，那个只是他的一个傀儡。所以这次人们呢进行游行呢。 表面上是天然气价格，疫情期间的苦不堪言的生活，实际上人们呢后来就提出了要求，让这个老混蛋早点滚蛋，老独裁者早点滚蛋。那他的这些政治要求呢，啊，实际上就说明人们对这个老共产党员、啊、老共产党总书记啊非常的不满，他对他的垂帘听政呢是非常的不满。人们知道这个太猖狂、太坏蛋了啊！就跟六四的时候啊，当时人们也提出老人政治啊，邓小平下台啊。 因为邓小平呢，他在背后操纵一切，他只是想发展经济，啊，搞这些官僚资本主义，他根本不想政治改革。那人们呢，就是期望啊，邓小平早点滚蛋啊！但是当时邓小平呢，赖着呢，没有滚，而且呢，他动员几十万大军呢，镇压人民。那比较好的是呢，这个纳扎加伊夫还有自知之明啊，这些。 民众抗议啊，走上街头，发生这些流血事件之后呢，纳扎尔加伊夫呢，他就宣布辞职，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不当了，他是最后一个职位他不要了，啊，然后呢，这些权贵们也开始逃，那么这个呃，托卡伊夫呢，啊，他就把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他就给担任上来了，啊，现在他的权力大了，啊，他呢一方面做一些改革，另一方面呢，他。 觉得他控制不了整个国家，所以他叫这个俄罗斯开始出兵。啊，俄罗斯出兵呢，他有两个理由啊。啊，第一个理由呢，呃，这些国家啊，跟俄罗斯都有一个独联体的集体安全的协议。这个协议呢，就是前苏联的这些独联体的国家啊，俄罗斯、白俄罗斯啊、亚美尼亚。 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呢，他们签订了一个集体防御协议啊，就是你们国家面临其他国家的侵略的话，我们肯定会来出兵保护，啊，他就以这样一个啊、呃、条约呢来进行出兵啊，俄罗斯啊，呃，亚美尼亚啊，啊，他们都来出兵，俄罗斯出了两个啊非常精锐的一个部队，啊，呃，俄罗斯这个出兵呢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注意啊，因为他引用的这个条约呢说的是，当你受到外敌侵略的时候，你可以去帮助啊。 但问题现在是没有外敌侵略，是内部人民的抗议啊！你怎么出兵呢？当然，呢，俄罗斯还有一个说法，他就说他要保护当地的侨民啊，当地有很多俄罗斯人啊。俄罗斯呢，在呃哈萨克斯坦呢，还有一些重要的基地啊，有一个呃军事的基地练靶子的啊，搞导弹试验的这样一个基地啊，还有一个航天中心呢，也是租赁给这个俄罗斯了。所以俄罗斯说我们去保护我们的资产啊，他打着这两个。 理由啊，这这个一个是条约集体安全条约，再一个就是啊，他要保护他们的资产侨民啊，所以他派了两个精锐的空降师呢，已经到了哈萨克斯坦。所以哈萨克斯坦现在的局势啊，也是非常的啊微妙啊。一方面呢，人们担心呢会不会啊变成这个当年苏联呢入侵这个捷克斯洛伐克啊布拉克之冲啊，因为当时布拉克人民觉醒了。 啊，去这个游行示威啊，所以当时苏联呢，坦克就开进了布拉克，进进行了镇压。那现在呢，他也呃，同样俄罗斯也重演这样一个呃历史的情景啊。所以实际上呢，俄罗斯呢，他这个派兵过去呢，这个完完全全是非常的啊、呃，违反国际的准则的。他再一次的把俄罗斯的霸权呢进行了扩张。那我们最关键的要看的是啊，那未来呢，这个哈萨克斯坦会怎么样啊？当然，好的是。 啊，这次的哈萨克斯坦人民的这个革命呢，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功啊。比方说，这个老独裁者呢，已经彻底的啊、呃、退居了啊，他不再退居二线啊，整个呢就退休了啊。他的这个家族啊、权贵啊，也受到了很大的这个挑战啊，因为就是他们家族、他女婿的企业的这些公司啊啊，这些工人们都起来游行示威了啊。所以说，呃，他有向好的一方面，但是呢，我们也看到这个国家呢。 啊，因为受中国政府的影响，俄罗斯的影响呢，它那个威权政府这样一个本质啊，还是改不掉。啊，就是说表面上还是西方的三权分立啊、多党啊啊，有一定的言论自由啊、上网自由啊，但实质上它要保持他们一个党的啊，就以前的共产党演变出来的他们的这个主要的执政党，他的这个权威，要保证这些权贵的利益。所以说，只是呢稍微进行一些缓解，而且这些缓解呢。 是几百个人死了的这个代价来换来的。那哈萨克斯坦这个事件呢，对中国有什么影响呢？啊，首先中国政府呢，他也意识到啊，哈萨克人民起来呢，啊，实际上不仅针对的是哈萨克的这个政府，而且呢，也是针对的中国政府，因为中国政府就是跟这些权贵勾结起来一块剥削、镇压哈萨克斯坦的人民，啊，所以中国政府呢，实际上现在在哈萨克斯坦呢，已经是啊，过江老鼠，人人喊打。 啊，哈萨克斯坦也是中国政府“一带一路”的重要的一个过呃点。那这个点呢，现在呢，可以说已经是暗淡无光了啊。除非呢，这个秩序很快恢复啊，老百姓也满意，政府也满意，那很快经济发展，那样的话对中国政府有利。但是现在发生的这些事件呢，对中国政府呢是没有任何的利益。最后一点呢，这个事件呢，对我们争取自由的中国人民啊有什么启迪啊？我们的启迪呢，就是。 啊，实际上所有的问题呢，都是这个政治制度造成的。但是呢，我们进行革命的时候啊，可能呢，先要以经济的原因来出现啊。比方说这次呢，哈萨克斯坦人民呢，就是以这个天然气涨价这个原因呢起来的，啊，起来之后那政府都没法控制了，人越来越多，因为这个话题啊，呃，更加容易来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而且大家都体验到了这个痛苦，所以走上街头，然后呢，取得。 第一阶段的胜利之后，就提出更高的要求，就是你老人独裁者，你滚蛋！啊，有了这个要求之后呢，再进一步的提出政治方面的一些要求啊。所以说，目前呢，哈萨克斯坦的人民呢，虽然付出了血的代价，但是在民主的进程上确实迈出了一大步。而中国人民呢，以后啊，也是应该从这些经济问题着手，啊，把它作为一个事件的起因，然后呢。 可以形成一些群体性的事件啊，尤其是这次疫情当中呢，实际上共产党也是惨无人道啊，湖北武汉啊、西安、河南的豫州这些呢，都是践踏人权的这些事件呢，老百姓如果能够聚集起来呢，都应该进行抗议啊，这些事件呢，呃，我们要充分的运用起来民生的问题，然后事情闹大了之后再提出一些政治要求，这就是八九六四所走过的道路。当然呢。 目前的这个局势呢，习近平是惨无人道啊！他要把新疆的模式啊推向这个中国的内地。那中国呢爆发大规模抗议的这种可能性，现在是微乎其微。但是呢，随着世界民主国家，包括台湾、日本、美国、啊澳大利亚这些国家战略给中国政权呢给他最大的压力，然后中共高层呢有可能出现政变啊、变动啊这种一种大背景下，那老百姓呢？ 可能有发生大规模聚集的这种可能性。那时候呢，里应外合，三个主要的因素啊，就是人们的抗暴起义，中共高层的斗争分裂，再一个是民主国家集体的压力。在这个三个因素的促成之下，那中共政权呢就会遇到大的麻烦，这个政权呢就会很快解体。那么哈萨克斯坦今天经历的一切呢，未来那中共政权呢？ 你又会很快经历到，因为你这个制度呢本身就是不正义的，你记下了太多的天怒人怨，你比哈萨克斯坦那个威权政府啊不知道坏多少倍，所以你必须遭到天谴，你必须解体。好，今天我们的节目讲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再见。